已经被粉丝会除名了，所以我们也没有他联系方式。而且以他现在的心理状态，他的话也不一定可信。你说对吧？哦，好的，那我知道了，林姐。嗯，麻烦你了。走。你好，你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，请稍后再拨。累死我，你回来啦？是啊。 你说找房子怎么这么难？我逛了一天，一个也没看中。我知道有一个小区的房子特别好，再去看看。走，我刚逛完。哎，这几套怎么样？嗯，好像还行。 这房子是我自己的，一直没住，放在五八同厅上出租。咱们直接签约，比你在外边找中介划算的多，光中介费就能省不少了。这样啊，行，怎么了？四千五。严小姐，哎，您要是看中的话，咱们马上签合约，您可以在线交定金，放心，平台都有保障的。行，那我就租了吧。那你们再看一会儿，我去给你们出合同。麻烦了，嗯，没事，谢谢。 怎么样？果然租房子得看缘分，就跟这找人一样。哎，糟了，我有事先走了。哎，天天一惊一乍的。我就在这个小区里呢，我觉得他这个楼的外立面，哎，林老师。 你怎么在这儿？哦，我帮阎诺来这个小区找房子，太巧了，我都差点忘了你也住在这个小区。哦，是吗？